宗教领袖混元禅师在南投市创立了义经大学，为了要宣传理念，还斥资了12.8亿元新建了维新大礼堂。昨天举办动土典礼，但是模拟图照片曝光之后，也让民众非常惊讶，认为这礼堂外观怎么跟这总统府的建筑有点像，意外掀起热议。即日即时动土。南投县长许淑华6号现身参加动土典礼，因为宗教领袖混元禅师在南投市创立义经大学之后，未来将斥资12.8亿新建维新大礼堂，而如今礼堂外形也跟着曝光，瞧瞧照片怎么有点像是总统府，引发热烈讨论。总统府？哎呀，对呀、啊，哎，这讲就对了呢，都像哦，对，不可能全部都像我们的总统府，可是它的整个外观呐、啊，整个那个哈、哦，有点像，像学校吧。像不像总统府，民众看法两极，但实际跟总统府比一比，不管是建物格局或是整体色调，外观看起来似乎相似度颇高。这个设计啊，巴洛克的一种建筑的形式的表现嘛。维新大礼堂建物模拟图曝光，民众惊呼好像跟总统府有点像，意外掀起民众热议。谢维少宇南投报道。